新狮地产将在新加坡交易所推出酒店信托，把新狮集团旗下的酒店房地产归入这个酒店信托。新狮酒店信托将拥有12个房地产项目，包括了新加坡洲际酒店以及吉隆坡威斯汀酒店等6家 TCC 集团拥有的产业。泰国 TCC 集团是新狮地产的母公司，新狮地产也将在这个月的28号举行特别股东大会，寻求股东批准把旗下的6个服务公寓归入新狮酒店信托。信托预期在今年较后时间呢正式挂牌。新狮地产已经管理有2个信托，新狮地产信托和新狮商产信托。